小小冰箱贴看大千世界，大家好，我是勾影的郭队。今天我们聊一个有关建筑的冰箱贴，大家看我手里这一只啊，上面有三个彩色的洋葱头。哎，没错，这个就是典型的俄罗斯教堂的这种建筑风格。在这个冰箱贴呢，前面是莫斯科的红场，这个中间呢就是著名的克林姆林宫，边上这一个小的角落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啊，世界上最美的之一的圣瓦西里大教堂。那么圣瓦西里大教堂之所以这么出名，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还是源于它非常出众的造型。在俄罗斯其实有这种洋葱头的教堂啊，大大小小的非常多，但是它们的颜色和数量也都是非常讲究的，不是说你想建几个洋葱头就要建几个，你想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俄罗斯主要的这个宗教啊，就是东正教。那么东正教的建筑风格最早期呢，就是这种拜占庭风格。拜占庭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大的圆的屋顶的这样的风格。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这个设计者的这个创意也是越来越大胆了，各地的东正教的教堂呢也变得更加的鲜艳啊，更加的繁琐，尤其是在结构上更加的注重这种对称和细节上的修饰，单一的大的这种圆顶呢变成了逐渐啊演变成了多个圆顶。著名的这个圣瓦西里大教堂呢，就是由八个彩色的鲜艳的这种洋葱头和一个主塔来组成的，典型的东正教建筑风格。那么这个教堂呢，不仅里面是埋藏了一位叫瓦西里修士，同时它也埋藏了一个特别这个血腥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呢，就是1552年的时候，当时的沙皇啊伊凡四世发动了对喀山汗国的一个远征。那么在整个这个战争当中呢，俄罗斯的军队得到了八位圣人的协助，所以整个的一个战况是非常的顺利，取得了一系列这种重大的胜利之后呢，这个为了庆祝这个成果，伊凡四世决定呢建立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建成之后啊，十分的惊艳啊，当时的这个伊凡四世就问建筑师，你能不能还盖一个比它还漂亮的还雄伟的一个建筑。那建筑师肯定这个很得意啊，当然说那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倒霉就倒霉在这句话上了。于是呢，伊凡四世就下令把这个建筑师的双眼给挖去了啊，也处决了所有这个参与建筑的工匠，使得在世界上没有第二座啊与这个圣瓦西里大教堂媲美的这种东正教的建筑了。那么圣瓦西里教堂的这个八个圆顶呢，是以八位圣徒为命名的，它是由九个相连的这种八边形巧妙的组成为一体啊。中间的这个中心塔到地基的这个顶尖上一共是47.5米，其余的八个较低的矮塔呢排列在这个中心塔的周围。那不像西欧的教堂，它有非常明确的正面、侧面和背面。我们在这个勾应的应该是第五季啊，去越南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在胡志明的红教堂啊，它就是典型的哥特式的风格，它从上面看就是很典型的这种西方教堂的平面，就是纵长横短的十字。而作为这个东正教的教堂呢，它的平面是呈这个正十字形的。那徐志摩就说过，这座教堂的花顶呢是从未见过的一堆光怪的颜色和一堆奇丽的样式，看着就像是做了最古怪的梦。对于俄罗斯来讲，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从小就接触，就经常接触到的，但是我想就是以前呢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所以的话我们的父母当时啊不可能有机会去到俄罗斯。那现在我觉得条件是非常的成熟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带着父母去俄罗斯，去红场上走一走，转一转。